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上台来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哎，我叫董一辉。是您。旁边是我的搭档。哦，王春杰。是我。我们俩人呢，上台给您说这么一段相声。没错。您看这个相声有四门功课。哪四门呢？说学逗唱。对。哪门都要掌握。都得会。您看我搭档。哦，看我。人家这说学逗唱四门功课。哪门不行啊？哪门都不行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那应该是行。哦，口误啊，说错了。哎，人家自己也说了啊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人家哪门行？这不还是一样吗？那应该怎么说？我哪门都行。您哪门都行？哎，我看不然。怎么了？您有一门就不行。哪门不行？您这唱就不行。我唱好着呢，问问您，唱里面最难的知道是什么吗？唱，得是快板书数来宝。还真知道。哎，就这快板书数来宝，您就不行。哦，是吗？比不了我。哦，比不了您。我的快板书数来宝，好比说您今天在这儿坐着，怎么着吧？我能给你唱站起来。坐着唱站起来，这有说法叫对坐数来宝。哦，为什么要坐着唱？站着唱有底气啊。坐着唱这口气儿上不来，词儿越唱越快，越唱越多，大脑一缺氧就得站起来，这就是对坐数来宝。哎，我没问题。您没问题？我可以。那太好了，今天啊，咱俩在这儿来一回这对坐数来宝怎么样？咱俩来一回。没错，没问题。哎，小伙计，你坐着听。哦，这个时候你还别逞能，咱俩人过一会儿还指不定的谁行谁不行，背地让大伙听得清，咱往前挪挪行不行？行啊。站起来了吧。你起来吧。你这是诓人呢。你站起来了，我成功了。什么叫成功了呀？对坐数来宝，得凭本事把人唱站起来。凭本事？没错。那就没有这些蒙人骗人的了。这些都不要啊，纯凭本事。咱来，咱继续。哎，我的董伙计。哎，我的王伙计。你来了，我来了，咱俩唱段数来宝，你看好不好？咱俩唱段数来宝，我看不好。瞧这倒霉模样，跟他唱我都恶心。不是，你哪儿那么些废话呀？干嘛瞪什么眼啊？不是，你找事儿是吗？看我不顺眼？你找打？打我呀！我来来来，我还舍不得打你。他留神了。小伙计，你仔细听，唱快板我唱的可比你精。就算你唱的比我精，你都会什么我也听听。新老节目我全行，一百多段还挂零。咱们说鲁达唱吴松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三调芭蕉扇是三打白骨精。你还会什么我听听。这个大武艺小武艺，三侠五义西游记，这些个节目我全行。你还会什么我听听。劫行车巧劫狱，两万五千里长征啊，这些个节目我全行。你还会什么我听听。你跑这累啥小子呢？那怎么回事啊？你也得唱啊。哦，该我了是吧？听着啊，小伙计。哎，你别吵也别闹，我刚才就是跟你开玩笑。别看你说的一套一套又一套，我就其实你当个演员不够料。小伙计，你仔细听，听着呢，当演员也不行。瞧你长得那个德行，皮包着骨头赛人精，枣核的脑袋小眼睛。这还有女朋友呢。嘿，你这腿呀，走路有毛病。咱这是正经的标准腿，罗圈腿。没听说过。站起来走几步。走。我至今未学会走路呢。他也留着神呢啊。差远了。叫伙计。哎，你听我说。哦，论这个你还差得多，基本功什么你都不懂得，你又馋又笨又懒惰，你早上十点半钟你才起被窝，不漱口不洗脸不上课不干活，只知道炸鸡配可乐，对吗？这谁跟你说的呀？你舍友告诉我的。
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晚上懒得睡，你早上懒得起，打呼噜好赛开着八辆拖拉机，身上的衣服足足穿了一个月零四十七天，你才知道洗。呵，你呀、啊，你是打排位呀、啊，队友全选 ADC 呀、啊，一进游戏就挂机，你写代码 bug 一批又一批，机交根本来不及，你斗地主三四五六没有七，你十勾圈 K 没有一，你出了门遭雷劈，踩勾屎真晦气，你舍友说你没出息，你对象嫌你是垃圾，你才是垃圾。他站起来了。